通气煞你的父母的教示。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十六章十三节讲，老母了我讲，老母怎样安慰伊的囝时，我就照安尼安慰你。老母怎样安慰伊的囝时，我就安尼安慰你。但是这首歌，伊的教示，伊的一生会咱的日子安慰咱。这时咱来念新的概念，请咱起立。咱来学习你，我信的建立，你的尽心尽心尽力，咱主耶稣的最爱是我的，还是好几个，天地的啊，上心之火，你的名主耶稣就发力，真的了解是我的我的身体的总骨头，我的新的概念福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感谢你。我知伫你的旨意下面，你守护我一个真好母亲。虽然我的过所过日子，我的妈妈现在对我有真啰嗦，有真唠叨，也有真气怜悯我。现在伫我做唔对的时阵，伊教示我。我知特别上帝你通过妈妈，伊教示我，伊引导我，带领我，所要过的日子，我知是上帝你所祝福伫我的日子。虽然我过去的日子，我回想有真多，我对妈妈的不满，现在有真多我对妈妈的感恩，但是不论感恩不论分外，我拢对遮的献上我对你的感谢。因为你在这周给我一个好的妈妈来引导我、锻炼我，让我的日子会当过了更加平安。我知若无妈妈，我就日子比现在较痛苦。我感谢你引导，在我所过的日子，也求你照顾我妈妈所过的拢得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，锻炼伊，予伊。在头前的路上，更加会当教阮，阮更加伊更加好好，更加亲和。也现在阮的妈妈无是世上的，阮回望过往的日子，阮也满满的感心，满满的感谢。妈妈在阮的身边锻炼阮。那今仔日是母亲的节日，阮要伫遮来用音乐来贺祝上帝。赞美我的妈妈，从这的荣耀，从这的好乐，拢归予上帝，也归予我的妈妈。我求你带领我，今仔日下载这下礼拜，拢得上帝的恩待甲看顾。阿弥陀佛，感谢各位所有名。
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”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逃出来，送给管宴席的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逃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来，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“人都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，才摆上次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”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门徒就信了他。十二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与他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，看见店里有卖牛、羊、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当成鞭子，把牛、羊都赶出去店，倒出兑店银钱的人的银柜，推弯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：“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雇的店当作买卖地方。”他们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：“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火焚烧。”啊，愿上帝祝福我们所读他的话。啊，今天是很特别的音乐节哈。啊，我们有各队的音乐，这个音乐团体啊，都在这边要献唱。还包括我们所当中敬礼的林明龙牧师哦，迄爱唱歌的吼，那来暗就坐伫倒位哦，等我看伊坐伫头前，即望无过了不要去哦。等下吼再拜托伊唱一条歌，即爱唱歌的拢来伫遮哦。好，咱第一个节目吼，就是唱歌队要唱的《妈妈的疼》。